好不好？分手。我错了，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？我以后不这样子了。看看这桶水，泼出去了还能收回来吗？啊！好珍惜而失去你，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，哪怕我多年以后还爱着你，我以为时间可以把你忘记，可是我是。手机忘记拿了。好吧。你是问广州大学在哪是吗？啊不，在前面直走200米，然后左转就到了。哦不。哎你好，请问广州大学怎么走啊？广州大学。哦，就那边直走200米，然后左拐就到了。不客气。不，能好好讲话吗？不，你确定你要这样讲话是吗？不。我受够了这个凶巴巴的老婆了，我要离家出走。我终于逃出来了，我要过自由快乐的生活。别笑。